正农团队这个哈，这个是由我们云林县斗南镇农会他们所提倡的哈。之前呢，我们县府也有一个小地主大佃农的计划，啊，那就是跟一些老一辈的农夫们，他们将他们的农地呢，啊，已经不再做耕作的动作的时候呢，就会可能就会退耕嘛。那退耕当下呢，会存留很多这个啊农地退耕的这个不方便的事实哈，那我们县府呢就将他们全部都承租下来，那租给这些年轻人来使用。那我们斗南镇农会呢就将这些哈那个地方全部都串联起来，然后租给我们这个年轻人来使用。然后这些年轻人他们将种植的马铃薯跟红萝卜呢收成之后，就交给我们斗南镇农会来做代销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不会有产销过剩的这个，对，这个原因在了哈。然后将我们二次的就比较不好的次级的这个作物呢，他就交给我们这个养牛的，啊，养牛的张先生，来，在这个地方，养牛的张先生哈，就是这一位，他现在呢，啊。都在帮我们这个斗南镇农会呢，养殖这个热牛，那我们就不用再食用外来种的牛肉哈，那减少二氧化碳的产生，那这个我们这个牛呢，都吃那刺激品，就吃我们这个马铃薯啦、红萝卜哈，那这些马铃薯、红萝卜都是有机的哦，对，这个是重点之一哈。请问这个肉牛在台湾按食品的比例是多少？台湾比例哦？对对，它生产出来，哦、对对对。我这个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呢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好意思哈、哦，因为我还没有真的数据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不敢跟你乱说。好，那其他的再介绍。我大致上就是介绍这个方向哈。那另外那个方向的话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导览人员可以帮你带吗？好，是哪一位？谢谢你来，我跟你介绍一下。因为我们刚好导览人员有一位去休息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这里哦，欢迎参观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公民记者，你可以继续，他已经讲到那里了，你可以把这部分讲一下。什么记者？公民记者，好奇宝宝。好，是好奇宝宝。是，可以继续吗？他刚刚讲到那边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哈，一样跟他都是连续60个达人，都跟过来。那当然，我们组织的主题了哈，主题的工作方式都是，我们是在竹科。对了，给我们给你梦想，好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台大，他人事务所一样，他收入读得很高，然后他有我们也是归故乡的重点，好，来，那过来，这个很大，但是哦，香港差别爱讲到这些，这个对对对，这是李德国，好，伊读个博士，阿当个启迪。会甲咱讲这三个故事，最主要就是讲吼，其实咱河南这片土地，咱有土地，咱有技术吼，但是吼，咱无人，所以咱希望吼，青年能够返乡，知识分子能够返乡是更好。那我们这个区域吼，有一个叫做软骨建设的纪录片，看你有时间无，哪有时间吼，较济了，会当欣赏20分钟。最后的意外之喜，看你要来不哈？先说背后大家知哈、来，这张球啊，这个比新的来对，但是因为它要开花，它整棵树都开满花，这都要另外五块钱控制。这里呢，底下差不多10天就看不到了，因为花期没办法控制的，整棵是的，对呀。这棵是什么花？苦灵，苦灵哦，苦灵哦，苦灵，苦灵还是苦练，苦练也可以，苦练是苦灵。来，你要看人家它的点灰，你有看到灰不？哦，看到看到灰汤了。
什么款？烤龙啊！哦，烤龙啊，怎啊？请大家有发票啊，大家留意啊！你个平台和大家看，你那平台只有百人嘛，看不到。哎，它有字啊！我跟你诶，进前伊个字一开了，伊就叫这个字。烤龙啊！好。别个叫黑嘛。跟你介绍到这里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，好，可以跟他谈。还要见四台王美人，不但美人，佮佮佮真四个，人家都好，各位大家看，俺大家刚刚足奇怪，俺们足好奇，俺们足漂亮，大家感一下。我拿不起来，我见了呀，我天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俺看到，来，看到这。香香的味道，那不就是假？啊，那有香香的味道真嘞？哎，那么花香都拢有啊，都会假，伊有啊，我就做个假嘛。本来就真嘞，看就是。来，阿姨，把这个三只香香，可怜可怜，是是是，这因缘际会啦哈，先大家好奇看下对，来来感觉一下哈。哎，你就说一下这个嘛。哦，你要听这个好了。这个好嘞，过来了。一个作家苦练，那个苦练，苦练也可以，一个木字，啊，对这个苦啊，哎，是，啊，不客气啊，这个呢，咱是伫迄个靠湖乡，靠湖乡迄个。因为它靠近海边，然后养殖业很兴盛。它虽然真的是婚姻，你知道吼，它我家比这个所在。然后它因为养殖兴盛，它以抽出一地下水，抽出一地下水了后吼，造成伊迄个地层下陷。那地层下陷呢，伊就变成一个湿地。伊今麦讲好个足好听，叫成龙湿地。这个成龙不是迄个成龙，不是电影大明星迄个成龙，哎，伊是讲好叫成龙湿地。阿姨今天要跟这个云林县政府、跟云林科技大学、跟这个官司基金会以联络来结合，要起一个叫做成龙湿地聚落一个防洪概念。那目前啊，也只是这个概念，那以后会由官司基金会来推动，会变成一个实际的情形。就是，所以他要在这个湿地上面盖房子。对。那些湿地上面，通常湿地都会有一些水鸟啊什么，它有这些水鸟在吗？是那这样会不会？小荷兰啊，对了啊。搁个荷兰，搁个七块多，哎，类似阿伯山。是这个也是吗？这个也是，这个全部都是。啊、哦。以即使圣婴王由学生来设计的哈，以这个概念啊，就是有好几个学生，好几个指导教授，哎，他们设计的。那到时候，关税基金会他们要盖哪一栋，我们不知道，那是由他们来决定。那关税基金会的执行长洪翠阳他有来，我有请教过他这个问题，他有说这个又会成型。那目前你们去只是看到一片湿地，可能要让时间来等待了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客气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所以它是一个设计概念。只有湿地，现在还没有建好。它是预计而已。你要是给我提交那个。